来，兄弟，给我说说为啥最后选这个 UY？就是看你视频，然后哎，觉对，得你别这么夸我，不是我，这个因为我不懂车，啊。我不懂车，我就是通过视频，然后觉得哎呀，这个车皮实耐用，再加上我在济南待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一说是济南铃木的，然后我一想，哎，买这个吧，这我也不懂，当时就是看你视频，然后哎，买个吧，再加上我周围的同事都买了。但是不是买这个车，就是都买踏板了。我也买个吧。我一想我就买这个吧，一个是入门，一个是皮实耐用。我想都以后到时候玩明白了，咱再换别的呗。踏板车就是龟速嘛，你就记住这种车吧，你别跑特别快了。他们愿跑多快，他们跑多快，咱慢一点。行哎，行，就是真的不懂车，就是看你视频，真的选的这个车，其他的真没什么。再加上就是。入门吧，就是因为以前真的不懂，真的不懂。就是我从看你视频到订车，就是可能先后，就我从决定买车，然后就从周五吧，周六、周四下午，周五一天，周六订车。我从重庆回来，然后赶紧马不停蹄的回来，就赶紧去敲定了，就这么快。其实它现在有一个23款特别版的。你就觉得那个轮毂，我觉得那个轮毂吧，其实就是要其他颜色，可能再调整一下。我或许我就选了这个二三款了，啊，就是这个蓝色，我觉得实就在是是受不了。实在是受不了，就是在路上吧，你哪怕是个灰色，或者是一个黑色也行。就是这个蓝色，你在路上骑着，我感觉太扎眼了，回头率太高。而且太好看。不好看哈，觉得还是这个不错。嗯，所以就因为这个我才选的二款，要不我就选二三款。其实选二款要合适一些，